作业的留学啊，文化有关的事情，基本上就因为从小就带到个别人的家庭，人讲同游硬的就装同游啦，不说细细接触到一个东西，还好因为多卡太的，尤其是特殊感觉，因归下的一个语文建议。无去天天练习家个客家戏曲，哦，大家我讲台湾无客家戏，另外无物个吃到亲感染啦吼，因为个从小都戏班台，其他个讲无客家戏，啊，还好讲个理由来讲，托台北唔是看到客家戏，也系复杂讲个啦。其实台北当作都请到客家戏班来做。但是来到台北，而且都讲好路，唔会讲客，而都行走。但是按呢情形下，就变到大家都搞唔清楚有客家戏。